零四笑一次的宝藏综艺《真正男子汉》第一季，真的 YYDS。发射，射！发射完毕。发射。十遍。发射。发射。双胸受伤。上胸一侧经肩上反弹向后，正常的双胸受伤是用一块三角巾包扎，不过长度它一块三角巾根本就包不住了，怎么办？不，两块。两块一般什么情况下会双胸受伤？子弹从左穿到右，哪还有包扎的必要？这种情况的话埋了吧。报告，这擦伤，他不是直接打进去的，从皮下穿过。对，没伤内脏。起立。是。站好，挺胸，挺胸，舒服。好，向右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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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